身体这一部分的讲，那个装备呢，暗部的结构太少了，我们可以考虑加一些甲片进去。现在可以。哎，谁在说话？是在卡麦吗？太逗了。角色现在可以跟那个背景一起连着画了。让这个边缘更加的随意一些，不要像前面那么死板。前面主要就是把这个大的整体的关系处理好。看一下时间啊，咱们已经画了2.5小时了。咱们左手边的这个特效还真是，有些粗糙。
新建一个叠加图层，强调一下光影。好吧，咱们今天的课程就到这儿吧啊。然后我不知道是谁开的麦啊，也不知道怎么什么情况。应该是谁在网吧吧。喂，管理在吗？
老师在的。好吧，然后咱们这个番话呢，今天基本上就到这儿啊。因为时间比较短，所以很多地方处理的并不满意啊。然后主要是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个，在画这种图的时候的一个大概的一个想法，还有一个步骤。然后有什么问题的话，大家可以提一下。可以关注一下我的博客啊，然后我的一些新图的话会在最近一段时间发出来。之前的博客里面的图都是去年的一些作品。这个时间也确实比较紧啊，咱们一共花了大概1小时，2个小时40分钟吧。行吧，然后咱们今天就到这儿。应该画些什么？我觉得重点主要的话就是结构。好的，老师，但是有一个问题。你好，你说吧。什么问题？你好，喂，没有，我就是想提醒你一下，就是讨论区这边还有一个问题，有一堆问题啊，行，那一会儿我看一下吧。
不是是一个。我看一下讨论区在哪看啊？这个背景有点乱啊！刚才不知道谁在开麦，一直在那儿，就是出一些乱七八糟的，我也没有太注意看。行吧，然后有问题的话，我看一下，咱们现在结束了，然后看一下问题。新人进外包公司也可以啊。外包公司画的面比较广，然后还是挺锻炼人的，就是，但是也有它的缺点，就是，得什么画什么，我觉得工作上的东西，虽然应该认真处理、认真对待，但是像一些平时自己的时间的话，还是要好好规划一下，自己喜欢按兴趣来。重点去练习一些什么东西。我觉得比较关键的就是基础啊，你基础好的话，画什么东西都会很顺手。嗯，然后咱们那个就是把注意力都放在基础上面，然后像一些笔刷啊、一些特效啊什么的，都是可以以后自己慢慢去琢磨的。然后我就点这个下课了啊。好的，老师辛苦了。嗯，好。